陈氏太极拳是中国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是杨氏、吴氏、孙氏、武氏太极拳等其他太极拳流派的源头所在。陈氏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中原大地孕育了无数优秀华夏文明，也孕育了世界健康的璀璨明珠陈氏太极拳。河洛出中州，阴阳运天地。陈家沟这一平凡山村产生了不平凡的拳功、拳技和拳家。陈家沟位于河南省温县境内，在温县城东5公里的清风岭上，南临黄河，地势北高南低。据传古时经常山洪爆发，洪水向南流入黄河，经年累月的不断冲击，在清风岭上形成了许多大小深浅不一的沟壑。这里的村民临沟而居，形成了许多村落，又以陈氏族人为主，因此得名陈家沟。陈氏太极拳就从这里走向了全球。陈氏太极拳具有鲜明的特点，攻防兼备，养练结合。它以松柔为本，刚柔相济，讲究蚕丝劲法，发力时富于弹抖性。推手时缠绕粘随，练习时快慢相间。注重丹田内转，身体中正，气宇轩昂，强调意、气、形的和谐统一。
前陈氏太极拳主要的流传套路有陈氏老架一路二路，陈氏新架一路二路，陈氏小架一路二路等拳术套路。陈氏太极单刀、双刀、单剑、双剑、双剪、梨花枪夹白圆棍、春秋大刀、三杆、八杆、十三杆等器械套路，以及各种推手法、内功法等。相传陈氏太极拳为陈王庭所创，后流传广泛。陈家沟历代名手辈出，如陈长兴、陈兴、陈发科、陈小旺、陈振雷等，均为太极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陈长兴是太极拳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第一个把太极拳向外地传播，其弟子杨露禅结合所学改革创新，后来创立了杨氏太极拳。陈发科是陈氏太极拳发展的中心人物，为陈家沟陈氏第十七世孙。其曾祖陈长光、其父陈延熙都是陈氏太极拳名手。陈发科幼承家学，训练刻苦专心，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陈氏太极拳的技术和理论体系，成为一代名家。由于其本身的实践基础，所以透彻掌握了陈氏太极拳的教学规律，成为近代武术史上杰出的教育家。1928年，应邀赴北平传艺，使陈氏太极拳迅速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奠定了其全面发展的基础，为太极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生中能人辈出，拳功张著，代表人物如陈兆奎、许余生、沈家珍、顾留心、冯志强、洪君生、李金吾、侯志仪、雷慕尼、孙凤秋、田秀臣、陈玉霞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太极拳的栋梁之才。陈兆奎，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发科之子，受其父亲传，得陈氏太极拳精髓，应邀在全国各地授权，辗转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开班逾百期，培养了众多太极拳人才，成为近代推广陈氏太极拳极有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依实践经验总结著述有《陈氏太极拳体用法》一书，著名弟子有马洪等人。其子陈瑜秉承家学，也是当代著名太极拳传人。2005年，在北京成立陈兆奎太极拳研究社，
推广陈氏太极拳。陈小旺，著名太极拳家，自幼随父亲陈兆旭开始系统的太极拳训练，全面继承了陈氏太极拳的理法功技。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多次武术大赛，获得优胜。其中1980年到1982年的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连续3年获金牌。1985年，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1988年，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参加过《太极神功》《神盖》《陈氏太极拳》等片子的拍摄工作，应邀出国开展广泛的教学活动。曾担任河南省武术馆副馆长和省陈氏太极拳协会主席等职，发表有《论陈氏太极拳的五层功夫》《陈氏太极拳的发劲》《陈氏太极拳的抖杆》等论文多篇，著有《世传陈氏太极拳》《陈氏38式太极拳》等书，为当代杰出的陈氏太极拳家。抬起来，有多大劲力就把胳膊抬起来，那是正好的。用了一点，多用了一点劲，跟气形成一点障碍，然后我们就松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松就是目的，松是为了气松，那松成这个样泄了也不行。如果能够保留，达到哪一个位置，同时呢，不多用一点气，使它贯通。这是目的，目的是气体丹田全身平衡安定贯通，这一歪就忽略歪了一点，影响了经络，影响了气体畅通。这个部位的要求和现在但是气呢，胸部还有一部分，要把这些气呢降下去，
也就刚才我们讲的障碍，把这个障碍缩小。现在呢，一个手呢大字的，一个手呢小字的，其实还是在单体，手呢就好像我们电灯的开关一样，大灯一坐开电门，电灯就着了。其实走到手指，小指一转关电门，七成手会单体。那在一路上呢，电线不通就不行了。现在这个地方大家看是不是有障碍？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障碍？你觉得有没有障碍？有，有障碍它就不能够完整的、充分的达到手上，这边就不能完整的、充分的通到单体。这些障碍呢，人人都会有的。我们练呢，就是把这些障碍缩小、缩小、再缩小。就是缩小运动当中的误差，现在看怎么能缩小这个误差。好，先开始这个运动。障碍缩小，障碍缩小，那么气体通路就干嘛？这个地方，这么一来，我一沉好，它与单体的关系。陈正雷，著名太极拳家，陈家沟陈氏第十九世孙。他八岁起随伯父陈兆匹习拳，后又师从堂叔陈兆奎练功八年，多次参加全国太极拳比赛，获优秀奖、金牌、特邀表演奖。2004年获首届世界传统武术大会太极拳金奖。自80年代起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培养太极拳人才。1982年后分别担任了县体委教练、河南省武术馆教练、陈家沟太极拳学校校长等职，创立河南陈正雷太极文化有限公司陈家沟太极拳馆，积极推动太极拳的发展，多次应邀出国传授技艺，为国际知名的太极拳教练，著有《陈氏太极拳械会宗》、《陈氏太极拳养生功》等书文，并录制了《世传陈氏太极拳教学篇》。2001年应邀在首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上做名家演示及辅导，被评为当代武术十大名师。8.4
十二号零点定的他八点五三，因时间不够，扣零点四，又得分八点一三。丁浩最后得分八点四一。十三号运动员最后得分八点四一。丁浩场地，中国香港青怡太极学会麦子通最后得分八点一三。For the young one, the maternal athlete, Sanders Hall, age 113. 一号场地，中国香港羽联和会体育队，林自贤，最后得分八点四一分。For the young one, the maternal athlete, Sanders Hall, age 113. 李金吾，出生于山东叶县过西村，少年习武，十七岁拜刘子元为师练迷踪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京城开设五洲百货店，先从师于赵铁庵，后拜杨雨婷为师学习吴氏太极拳，并得到王子英的指点。他曾担任北京太庙太极拳研究会理事。四十年代初，拜陈发科为师，习练陈氏太极拳及推手，为陈发科著名弟子之一。他学拳不拘门户，广泛探求，勤奋好学，遍访京城内太极拳名家，虚心求教，还研究掌握了杨氏、孙氏太极拳的技术和理论。1956年获北京市武术运动会太极拳第一名，同年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武术运动会，获金牌奖。他参与了国家体委组织的24式简化太极拳、88式太极拳的编定工作。五十年代，分别应邀在铁道部、铁道学院、北京工会文体部职工学校、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北京市体委等单位任太极拳老师、教练，从事推广太极拳工作。长期致力于太极拳健身治病的研究工作，
于太极拳医疗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从1959年起，担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太极拳指导教师。1984年，武汉国际太极拳邀请赛被作为重要太极拳家邀请参会。生前受聘担任北京吴氏太极拳研究会顾问、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顾问、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曾任秦皇岛市武协主席。拳势古朴典雅，法度谨严又灵动松畅，气势展达。田秀臣，河北完县人，幼年体弱，习武以强身。1935年在北京师从武术名家唐凤亭习练形意拳以及少林拳、械等。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陈发科学习陈氏太极拳。由于拳法精进，功夫纯正，受陈发科委托在棉花胡同代师传艺。1961年起在东单花园传授陈氏太极拳，很好地保持了陈发科太极拳风貌，气韵生动，神意饱满，舒展大方，内外合一，为北京陈氏太极拳重要代表人物。1978年应北京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邀请，在学院内传授陈氏太极拳。体院教师阚桂香、刘玉平、周佩芳等皆随其学习，在教学期间拍摄了陈氏太极拳资料片。80年代与冯志强等共同筹建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1983年研究会成立，担任副会长。他大力提倡要保持原汁原味的陈发科传太极拳架，注重传统，被公认为太极拳架最像陈发科者，对于忠实继承陈发科拳架发挥了重要作用。田秀臣的三位侄子田秋田、田秋信、田秋茂均致力于陈氏太极拳的研究和推广，为当代陈氏太极拳名人。
顾留心，上海人，11岁时习武，1927年随智柔拳社陈威明、桂川太极拳社武桂川学杨氏太极拳，加入精武体育会后，从徐志一、吴建全学吴氏太极拳，又从陈发科学陈氏太极拳，还分别向孙禄堂、田瑞芳、纪云亭等武术家请教形意拳、八卦掌等功夫，后从师杨成甫、杨少侯，精心研习太极拳。1927年，毕业于上海文治大学文科国学系，在武术上不拘门派，广收博学，在太极拳研究上硕果累累，一生博采众长，重视传统，重视使用，对太极拳推手尤其倾心。20世纪50年代后，广泛收集资料，不懈进行太极拳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出版有《太极拳研究》《陈氏太极拳》《太极拳术》《怎样练习太极拳》等，皆为当代太极拳重要的资料。多次担任全国武术比赛的裁判工作，先后赴越南、日本等地教拳，曾担任多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越南胡志明主席等人的太极拳老师。1977年、1980年两次东渡日本讲学，对日本太极拳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曾任上海体育科研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体育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及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兼技术研究会副主任等。冯志强，陈氏太极拳家，河北树鹿人，幼年开始习武，先后习练了少林桩功、达摩易筋经、形意拳、通臂拳等。年轻时在北京随陈发科学习陈氏太极拳，同时随胡耀珍学习心意内功，经多年研习，成为内外兼修的一代大家，为享誉海内外的陈氏太极拳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或广泛赞誉，注重养生研究，在陈氏太极拳内功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太极混元功，创办了陈氏心意混元太极拳研究中心，勤于著述，出版了《陈氏太极拳精选》《陈氏太极拳入门》等书，为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陈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洪君生，河南省盂县人，因幼年时身体病弱，于1930年在京拜入陈发科门下学拳，
朝夕相随第十五年。1944年，离京移居山东济南。1956年春，再返京城就学于陈发科，深研陈氏太极拳技理，得陈亲授太极拳用法，并一一对应实践，大受裨益。遂将实用技法融贯于套路之中，形成独特风格。后在济南授权刻图，从者甚众，影响遍及全国各地与海外。太极理论亦有深入研究，所作关于王宗岳太极拳论一节为其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并著有陈氏太极拳实用拳法一书，曾任北京市陈氏太极拳研究会顾问，山东省武术协会委员，济南武术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武协顾问，济南武馆高级顾问，美国华林派武术总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对于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陈氏太极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受到热烈欢迎。已经成为人们健身、修养、沟通的优秀运动和锻炼方式。刚柔相济，动静相生，陈氏太极拳正以独特的魅力感染世界，传播健康，传递文明。
Thank you.
Korean Red Line USA。
五号运动员热身班8:61。七号场地，中国三分队孙明最后得分8:61分。Number 24 player 孙明，前场三分队 final score 8.61。